兄弟姐妹们，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在过去的几周里失去了父亲和母亲。我们的战友当中，到现在为止，已经有战友失去了超过200个兄弟姐妹、父亲和母亲。七哥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的父亲和母亲让我心痛，让我活下来唯一的原因，就是消灭中共。兄弟姐妹们，此时此刻就在我前面，也有战友失去了爷爷奶奶，还有等待着妈妈在医院的不好的消息。你们无法相聚，无法送终，无法陪伴亲人。七哥感同身受。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在国内的烧不完那些尸体和那些被像猪狗一样埋葬的同胞们，和在家里边已经烂掉的同胞们，和即将面临死亡的同胞们，为他们祈福，愿万佛万神给他们一个走向天堂的机会。郭文贵，愿个人付出一切生命和代价，剥夺我一切的寿命和财富，愿意我为新中国爆料革命的战友和家人们祈福，让他们受到万佛万神的庇佑和照顾。上天哪，如果真有神和万佛万神的存在，请保佑我们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和全世界的受病毒残害的人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消灭这邪恶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我们有任何虚情假意，愿得万佛万神上天最严厉的惩罚。我们的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父母和家人安全，消灭中国共产党，让所有的人类不要遭受文归，失去父亲母亲不能送终的痛苦，否则我们生不如死，愿受一切之惩罚。耶稣、阿拉、佛主、万佛万神、一切在宇宙的力量，请你见证新中国联邦人灭共的决心，不灭共誓不为人。愿我上天的父亲和母亲，我的弟弟，你们能看到你儿子、你哥哥，我在兑现我的诺言。愿清风看守所的那些勇士们看到和我站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我在兑现这个诺言。如果你们能听到，还有杨改兰、杨改兰女士和她的孩子们，请和我站在一起。我承诺，消灭中国共产党之后，回到中国，我第一个要祭拜的是杨改兰女士，然后我会带着我们的新中国料兄弟姐妹们去看那些清风看守所被杀害的那些勇士们。我承诺绝不会放过杀害勇士的凶手，绝不再允许共产主义在中国
有一丝一毫的空间。我再承诺新中国联邦的战友们，在今天文贵失去父母之后，这都是我的亲兄弟姐妹，永不背叛，永不伤害，永不放弃。天地之间，请万物、万佛、万神见证文贵今天的誓言。